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八月十一，诗篇第五篇在这样的说，所有找你最避难所的，求你让他们欢喜，让他们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必佑因，管遐喜爱你的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欢喜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。你是满有丰盛慈爱的天父，你是喜爱将百般的福分赏赐阮的上帝，你充满恩慈，无快快生气，用无尽的疼痛来款待阮这些属你的儿女。因为你欢喜阮伫每一天来敬拜你，也时刻用欢喜的心来阿罗你的名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将活命的道路指示阮，在你的面前阮通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正手，阮要有永远的快乐，因为你要庇佑阮，阮也要因为喜爱你的名，找到你正做阮的避难所，来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让咱喜爱追求咱的主，让伊成做咱的避难所，在每一天用欢喜的心出声来阿罗无停，伊的确要庇佑咱，时刻甲咱三个伫底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